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珍珍姐姐，旁边这位是阿凯哥哥，这位是婷婷姐姐。那我们等一下会请阿凯哥哥为你们讲解爱意的来源跟做法。那我们掌声欢迎阿凯哥哥。你们要注意听啊，因为等一下最后会有有奖征答的活动啊。好，那我们看到这边来，这边是我们十年前的样貌。那十年前，这边在地经营十年了，在这边在地经营十年。那现在是十年后的样貌，我们老板用心经营，然后坚持手工搓洗的爱意。好，那上面是我们老板他在制作爱意的过程照片。那爱意的来源就是说，它要在有害的环境下才可以生长。那等它成果时，人工采取下来，我想说，人工采下来之后，等它晒干后，才会把需要的爱意籽取出来。那我们就往制作爱意的那边前进了。对，就是这个爱玉子弄进这个袋子里面，然后用手工搓洗八分钟，搓八分钟。对，然后我们的爱玉有分级别哦。对，那我们今天特别找一般的级别跟特别，那我们爱玉有分一般、高级跟特级，那我们这里是用特级的哦。那我们如果说一般的口感会比较粗糙，那特级的会比较滑顺、粗好吗？就是，那我们。